是，你衫袋内底衫遮济啊，凊彩见一件拢足水个啊，搁要买啊？这是应采的婚礼，哪会当凊彩穿？安尼嘛表示对人的尊重，啊，够正好啊。上好是啦，明明就是查某囡仔的衫袋内底，永远兼一件衫，我最知的。我若去试穿，搁唔着发现我的脚已经好啊。哥，你还是去对面的咖啡厅等我，安尼我才会当找到我。我今日我陪你看啊，袂当予你意见啊。哎呦，我一个人看，安尼较实在。好啦，那安尼你买好，打电话我。我穿这身衫足自在，你买你家己就好啊。喂，你着听我的嘛，凡事要甲你整较帅的，你婚礼上会有姑娘介意着你，时到你得当有艳遇哦。我是收到人的，那我需要什么艳遇？好了好了，我先去头前遐坐坐，啊，你家附近甲你坐哦。小金看不是受伤，那呢？伊是要安怎去穿衫裤？因的人客来，唔多红包都对咱这边来。你想想济啊啦！欢迎欢迎欢迎，多谢真的。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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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阿表妹，好好好，恭喜恭喜！多谢多谢辛苦啊，恭喜恭喜！啊，信达还是无等来？哦，刚刚伊无拍算要等来参加婚礼。哎，啊，以前都有消息啦。哎，规身无去找到，唔免来遮啦，伊不要紧啦。就是啊，伊来遮吼，若看到应凯含子兴咧欢欢喜喜办婚礼吼，医生哥要无消息，我是惊伊会愈艰苦啦。希望信达真正会当找着啦。会啦会啦，敢若有消息要找就紧啦，我相信哦，一定甲医生撮通啦。刚真正是陈医生，不可能啊。这消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